孔子来了，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愿是用兮。反正就是这样子啊，不答应就不答应，找谁来说都没有用啊。哎，拜托，如果啊你自己擅自答应的话，我也不会让他进来的啦。跟老师说也没用，就这样，拜拜。小西瓜，是谁要加入热舞社？爸，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个转学生，他之前呢还是别的学校的街舞社的社长哎。是啊，你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啊？妈，你不懂啦。我跟你说，之前我们学校跟他们学校有一起比赛，而且还说我们跳街舞的时候很像那个土风舞一样啦。你说气不气？现在还要加入，我才不要嘞。儿子，这样子对，这样对，我们哈千万不可以让别人看不起哦。所以啊，我觉得你这个决定很对啊。像他那种人哦，叫他去跳家乖或者是八家将就好啦。哼，他不配去参加你们的街舞社。妈妈支持你。妈，谢谢你。儿子啊，别听你妈妈的话。爸爸要劝劝你啊，不要再记仇啦。他以前批评你啊，也都是过去的事情啦。而且那时候你们一起参加比赛啊，人啊在互相竞争的时候，都会说些不好听的话。哎呦，老公啊，你说那个是什么话哈、啊？
你也不想想看啊！现在啊，外面的坏人那么多，说不定那个人哦，他是故意要转学到我们小西瓜的学校，就是哦要去他们社团搞破坏。我跟你讲哦，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比较好。孩子的妈，你是想到哪里去了？小西瓜，你听爸爸的话，你呢应该要忘记跟他过去的恩恩怨怨，让他加入你的社团才对。哎呦，不行啦！可以啦，听爸爸的话。不行啦！孔子来了！柳爸风妈，你们怎么在吵架嘞？孔老师啊，你来的正是时候，赶快来说说公道话啦！公道话，公道话，我2500多年前就讲过了。那是哪一句公道话？那时候我说啊，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愿是用兮。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愿是用兮。孔老师，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句话是说啊，我们做人不要去记旧仇，别人对你的怨恨就会很少。所以小西瓜，你应该敞开心胸啊，忘记以前的那些不愉快，让那个转学生加入你们的社团才对啊。可是你不是说那个转学生以前也是街舞社的社长吗？那可见啊，他跳舞的功力应该很厉害。如果让他加入你们的社团，对你们社团应该有帮助才对啊。妈妈哦，觉得孔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哦。你看哦，妈妈之前跟那个对面的王太太嘛，我们两个哈、哦、常常这样吵架哦，我们都很不好啊。之后就是因为去那个购物台的会员嘛，所以啊我们就又碰到了王太太她就介绍妈妈去买那个玫瑰精油保养组啊，你看妈妈用了之后，哎呦，我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很光滑哦。所以哈、现在啊妈妈又跟那个王太太和好了啦，我们现在变成好朋友呢。不过哈、虽然哈、那个保养组哈、花了我3万块钱。嗯，3万块？你不是说那套只要5000多块而已吗？哎呦，没有啦！我是想说，怕你会太伤心、太难过啊，所以我就把那个价钱说的低一点、一点点而已啦。而且啊，人家孔老师也讲啊，说不念旧恶嘛，是不是？爸爸，你就不要再那么啰嗦了。小朋友，你是否曾经跟朋友或是同学吵架呢？后来和好了吗？今天教的“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愿是用兮”，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去计较过去的冲突跟纷争，这样彼此的怨恨也会减少一点。大家应该敞开心胸，接纳对方，这样不但会少一位仇人，还会多一位朋友哦。Show.
拥有好宝贝，快乐 every day。青柠哥哥，我跟你说哦，我家旁边的社区公园最近啊盖了一座沙坑哦，有好多小朋友在那里玩沙哎。哦，我知道哦，因为小朋友都很喜欢玩沙哦，所以公园里面的沙坑一定都很受小朋友的欢迎哦。对啊对啊，我昨天啊回家经过那个沙坑的时候，看到好多小朋友在那里玩得好开心哦。不过我也看到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做了不好的行为，让我看了有一点不高兴哎。哦，玉峰姐姐，是什么不好的行为让你不开心啊？就是啊，对了，我们请小朋友一起来想想看，当我们在沙坑玩的时候，有哪一些不好的行为是我们不能做的呢？一起来看看布告栏给的提示吧。第一个提示是乱丢沙子，第二个是乱踢沙子，第三个是和朋友一起玩沙。小朋友，到底哪一种行为是不好的行为呢？那小朋友现在赶快站起来跟我们动一动，等一下回来再来告诉你们正确答案哦。猜猜答案在哪里？等等回来告诉你。快乐的童年，今天特别不用钱。欢迎来到爷爷开的杂货店，弹珠水枪加上陀螺几块钱，爷爷送给大家快乐的童年，今天特别不用钱。便利商店开在爷爷家旁边，日常用品样我是最爱漂亮的孔雀，很多人以为我爱慕虚荣，动不动就开屏炫耀我美丽的羽毛。其实啊，你们都误会我了，我身上华丽的羽毛是为了吸引母孔雀注意的，而这也是我们孔雀追女朋友的唯一方法哦。我的羽毛还有一个功用，就是用来吓跑敌人。你看，从远处看过来，是不是有很多只眼睛在瞪你呢？这样是不是很吓人呢？我的女朋友在找我了，拜拜！动物园派对，模仿动物动一动。葡萄姐姐，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哦，这是我们学校教的劳作，你看，打开来是一把扇子哦。真的，
可是你准备扇子要干什么？有很热吗？太阳哥哥，你误会了，这把扇子啊是我们今天的道具哦。因为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动物就是孔雀。嘿，你知道孔雀有什么特色吗？孔雀啊，它有很长又很漂亮的尾巴哦，而且当它展开的时候啊，就像扇子一样，很漂亮哦。嗯，我们今天就利用这把扇子，一起做出孔雀开屏的样子哦。葡萄姐姐，那你可以示范给我们看吗？好啊，好啊，那这把扇子给你。首先呢，请爸爸妈妈帮小朋友做一把像这样的扇子，然后妈妈把扇子放在旁边，要学孔雀一起来走路了，一起来走一走。走一走，然后画一个大圈圈，你看这样像不像孔雀开屏的模样呢？哇，好好玩哦！那现在我们就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来这首孔雀舞。我们一起变成漂亮的孔雀咯，手手打开咯，好，向右边走一走，画个大圈圈，很棒哦，飞起来了，飞高高。好厉害哦！再画一个大苹果，飞高高，飞起来了，飞低低，差一点点，差一点，小圈圈，好，小孔雀两个圈圈，飞高高喽，屁屁摇一摇，再一次，好，再一次，从头来一次喽。画大圈圈，飞高高，飞低低，快一点点，往左边走，转一个大圈圈，画个大苹果，飞高高，飞起来了，好棒哦，飞低低，再来喽，转一个大圈圈，好，起来，转个圈圈啊，要变成最开。孔雀开屏是不是很好玩呢？爸爸妈妈可以准备一个像这样的纸扇子，当作孔雀的尾巴，带着小朋友一起玩哦，让小朋友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变出不一样的孔雀吧。小黑熊跳出来，大大手掌摆呀摆，小朋友快点来，跟他比比谁厉害。小猴子来，红红屁股摆呀摆，小朋友快点来，跟他比比谁高乖。大家来做好朋友，握握手 say hello， 一起来，把动物变成好朋友。大家来做好朋友，握握手 say hello。小朋友，你们都猜到了吗？当我们在玩沙的时候，哪些是不应该做的行为呢？是乱丢沙子、乱踢沙子，还是和好朋友一起玩沙呢？小朋友，乱丢沙子或者是乱踢沙子都是不好的行为哦，因为这样我们会把沙子弄到别人的身上去，不仅不礼貌，还会把人家的衣服给弄脏哎。嗯，没有错哦，而且啊，沙子如果跑到眼睛里面，也有可能造成我们眼睛的感染或是眼睛受伤哦。小朋友，下次玩沙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不能乱踢或是乱丢沙子哦。对啊，对啊。那另外，蜜蜂姐姐也要提醒小朋友，玩完沙子之后呢，记得要把手手给洗干净，这样比较卫生哦。嗯，没有错哦。小朋友，你们都记得我们今天教的吗？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按下订阅键，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除了订阅我们之外，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也可以看这里哦。